狗肚子上起了小脓包，怎么回事？何涛，职业兽医师。狗狗肚子上起了小脓包，可能是一个细菌性的皮肤病的感染。首先，主人需要检查一下宠物的其他部位有没有同样的情况。如果只是一个部位，可以购买针对宠物细菌感染的皮肤病喷剂进行治疗。如果是大面积的出现了这种情况，首先我们需要提高狗狗皮肤的抵抗力，能够买一些宠物专用针对皮肤的营养品。其次，可以吃药配合着药物香波使用，因为狗狗毛发比较多，如果用喷剂很容易造成有些地方没有用药，或者大面积的喷洒会导致狗狗感冒，试用药物香波就会比较全面一些。最后，应该定期的给狗狗进行驱虫，螨虫、跳蚤也会引起这类的皮肤病。